奶奶吃饭。你在做什么？其实呢，现在一家三口幸福生活不容易，他调皮肯定是我的问题。专家说了，不可以打他，更不可以骂他，孩子有什么错呢？是我没有用心教他，我要用我的母爱感化他。宝贝，不生气，我也是一次当别人的老婆，当别人的妈，凭什么我要忍？忍一时，忍一次，我痛一次，忍无可忍，忍无可忍，无惧的来，你俩给我出来！我想吃润喉，你把那喝，来点劲。行了，快喝吧。妈咪，以后少惹我生气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妈妈。这辈子我爱跟你做母子。行，我答应你，下辈子我还做你的妈妈。宝贝们，下辈子我要做妈妈。不是啊，不是，我是雪糕。上学了没有？没有。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我不吃。你吃饭了没有？我还没吃饭，我在忙卖咸鱼。你忙着赚钱是吧？哎呀，有点事情干。好。我得吃饭了，爷爷。好，再见。好，你再来家里玩。好，来吧。再见。好。哎，糖糖，你在忙着呢。喝吧，又有了。我去帮我买条鱼，回来我给你做鱼汤喝。外卖那么热，剩下的钱买点你喜欢吃的。啊！哎，要买太大的。知道了。老爸，老爸有鱼吗？有。你要什么样的鱼，宝宝？小一点的就行。这些都是小鱼。你今天好吧？吃那么多，小心肚子疼。我这锅不是好好的吗？那你要好好喝奶，等你长高长壮了，就可以保护妈妈了，对不对？妈妈，你这时常还需要我保护吗？你出去！小孩子嘛，说他两句就行了。走。